处理啊。运啥计算？下吧，运啥？结算、啊，你得学会了。搞点不是说了一遍吗？我的结果，协同交警。接着，这样。哎，那个素都没事吗？素都上了分儿。嗯。哦，我就说那个视频里边没事。上了分儿，往那油。哦。对。这到三百转。它自动升到三百转是吧？哦，对，刚才说那个三百那哈儿，对。左面适中质量。四百三十克。四百三。四百三。好嘞。停下来是吗？停止吧。转的三百一十四，往哪转？哎，二百，快了，三百一十一，好，过点，好，又过了，跑回来，二三，再来点儿。再来一段313，现在是，好，好，好嘞，放这个配重罐是吧？对。
好嘞。确定啊。启动。测完左边，测右边。对，测完左边。转速达到300。这个信号相位是，就是它那个。在多度290多度或者什么，你这个信号其实相位是它那个配个弯的那个。它后边有个信号是吧？哦。走到后边那个信号。哎，到了这不，300了刚才。哎，到了。300哈。嗯。确定。右面，这是右侧。右面是，430。430。确定了啊？确定。等会儿。停止是吧？这不在这儿了吗？采集数据。430。右侧时钟430，角度314。
多。啊？确实。啊，不称职吧？这么可怜。自由。咱全有的劲啊。等慢下来才用到这儿。啊，他才能出啊。这个针儿是啥？就是那个，这针儿就是他那个配种块的那个妈妈位置吧？对。它的擦纹，两边擦纹。嗯。现在就完了，等于。合格吗？这不。啊。不平衡了，这不就是0.0千克吗？就没有不平衡了，是吧？全平衡了吧？好了。好了。